干净了吗？干净。这样。就这点儿，就这点儿。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。就帮这点儿，哎呦。对。我啥感觉？是吗？对。那个那个皮要平的事儿。你那粉丝，我替百度上。要。咱下个地吧。咱下地，咱来讲一讲，到时候开车，咱来我俩点你们来。咱刷车。 叫上咱们的大师傅，一个带后上没人了，啊？去哪儿肯定带着师傅。去，对。要我啊。俺们猪那肉啊，香的很，软硬正好，鲜淡正好。啊，那个大金街那家是你们家的吗？对，大金街。 你像山里这行业是吧？像俺们看俺们这绿树，挺叫绿树。对，叫绿树。吃的那吃叫的，吃鸡的吃挑的。这叫绿肉香，对，好吃。俺地方这绿树分草绿、叫绿、山绿、育肥绿、夹子绿、老树绿、小树绿，对吧？还有黑色的，还有灰色的。 另外还有江苏、甘肃，俺那种新疆比东北绿，这家都不一样。你看俺这绿，这家一个个膘肥体壮，锃明瓦亮。啊，我说你家那个驴都给大。要你吃那肉，它都。个子都大了很。嗯。嗯。你吃好吃的味道。对。对。你只有好的食材，你才有好吃的味道。草席儿做的没米粥。对。 咱干这玩意儿，尝俺弄这肉，真事儿。俺们煮这肉，第一个不咸，第二个香，第三不塞牙。软硬的肉，咸淡的肉。这才叫特色。好了，这个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对。